多人啊嘛，好多女士約咗佢六點半，我永遠做等人嗰、那個。你條友遲到啊！呢條友，呢條友遲到啊！我攞咗飛啦，攞咗飛啦，你查嚟睇下。好啊。呢、這個識嘅，呢、這個唔公平。老婆，我彭太。我唔知炒嘅彭太，我點解入咗去先啊？你俾張飛人啦。我攞咗啦，攞咗啦，系啊，我哋入去啦。好多人啊，好怕丑。紅酒啦，白酒啦 ，Hello。係，仲有啲咩咧？橙汁啦。我試呢杯又。你飲翻熱嘢咯，好唔好啊，伯？我試下先。第一次嚟呢啲咁多人嘅地方，其實我真係好緊張。之前可能去嗰啲首映會冇咁大陣仗咁快，但我今日盛裝啊，你冇得俾蚊咬喎，點解？跟住頭先咁近距離見到我老公啊！我哋而家咁後台啦，快啲！阿叻啊，前面咧就係阿 Ken 喺嗰邊啦，就 Kathy 啦，呢度咧係阿 Michelle。我究竟我要去邊邊咧？阿彭生喺邊邊出嚟咧？好緊張，我哋一齊估下左定右咧！救命！我去邊邊好？我想去呢一度，我想撳咗入去。我們穿牆有沒有好啊，你穿了、我剛剛用的Hello Hello Hello 好慘啊喂Hello Michelle Live Food 博到 Live Food 你們 Live Style 記得我 Live Style Live Food 你的生活博到其實現場有很多人的我看一下中間的媒體朋友我是在右边的媒体朋友，太多人的关系，我希望揸揸个手就得噶啦。各位，你哋有冇满足下一秒嘅愿望？我谢谢大家交通啦，我谢谢大家交通。一秒啊，希望有一秒啊。頭先零點一秒，又係嗰零點一，差點點，我就係見到佢，不過要揸住部機，我揸唔到隻手。會面噶啦，會咗面啦，係啊。大會咧好細心，有埋炮谷同埋咩啊？我知有冇？係啦，我會幫你食曬佢。東京 ，Hello。咁啊，我哋咧希望大家可以咧支持呢部电影，欣赏完之后咧，可以同朋友介绍啊。咁《邪兵压境》咧正式喺香港上映，多谢大家，谢谢导演，好，谢谢 Eddie， 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吗？我俾热烈掌声我哋两位，谢谢。嗱，咁我今日见到彭于晏啦，系，个心情点啊？一样咁坦白，坦白，我觉得佢瘦咗，系，唔够爆咯，冇咁爆，可能我仲劲过佢。你走开啦，你有啲肥波。你嗰啲爛波，好啦，我哋今日任務都算完成嘅。咁見到佢，雖然排除萬難，俾人趕啦，俾人鬧啦，俾人推啦，俾人撞啦，好艱辛啊真係。好艱辛啦，咁都叫見到。我哋就係為咗見彭生嘅面，我呢個彭太成功啦。冇錯，咁我哋今日任務都咁多，嗯，再拜拜啦，拜拜。十五年前。朱庆龙拿枪打死我师父，根本拿刀砍死我师娘和师姐。你不该在这儿，我一定要把他们俩弄在一起。他们怎么杀了我师父一家，我就怎么杀了他们。你要记住，你是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美国医生，李天元他不存在了。看见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你
天赐大恨是个好苗子。你干嘛要让他回来杀人？不是让他回来杀人，有人替他杀人。北平第一裁缝，你可不可以也帮我做件衣服？好啊，什么样的？很简单，就穿了以后看不见我。